第三十七届代表大会是我们工联会迎来七十周年的时候召开一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会，希望在我们新的一届的理事会的带领底下，将我们工联优良的传统全心全意为打工仔打拼，为雇员谋取合理的权益福利方面去做得更加好的工作。